课本一三百十三十四、一四、百一三百十三五十五页。页。昨天昨天呢，我呢，们我已们经已经找找到到了了"b"、"h"、"m"、"f" 的玩具，记得记得吗吗？"b" 是什？"b" 么是什玩么玩具？你具？找到你找 "b" 到是什 "b" 么是什玩么玩具？具？"b" 是蜡笔小新蟑螂，"h" 是独角兽，独角兽，"m" 是什么？恐龙。是 "f" 吗？"f" 是什么？卡车吗？很好，我就是小雕，是什么？什么？雕，忘记 "f" 是什么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f" 玩具付了52元，"f" 玩具付了52元，要找回20元，所以把50。把它换成十，五个十，换成换成五个十，好，把五十换成五个十。哎，亲爱的，你们可能要等我久一点，因为老师现在啊用电脑画，画的有点慢。织女鞋，七七。你学的太大声了，你了吧？你在讲你在讲什么，苏雅？好好，我们把50元换成50元，换成五个十元之后，要找回老板找回20元，所以我们把20元画叉叉。画叉叉要找回去给人家的哦，所以最后你可以看最后应该收玩具是多少元才对，我们把它圈起来，多少元？多少元？30元，30元而已吗？原本付52元哦，32元，32元没错，所以到底是哪一个玩具是32元？我知道皮球。哪一个玩具32元？分玩具，分玩具，分玩具32元，所以是哪一款？哪一种玩具？二球这一款玩具是球吗？是球吗？对呀，对哈。来，我们等下就来对答案哦。是球吗？其他人，你们找到的是球吗？你们找到是球吗？对，找得到。是哈，好，来分玩具是球，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当小侦探喽。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好礼大放送，而且他是什么几月去买的？你有没有看到这家玩具店有第一个每个星期四，第一个星期四是项链，第二个星期日是珠珠，第三个星期是第三个星期。是送这个东西，彩彩虹笔，这应该是彩虹笔。第四个，对，第四个是条，第五个仙女就是飞机，是飞机，对不对？那他说爸爸买玩具，他这一天来买玩具花了139元，所以他可不可以去拿玩送东西？他有没有拿到送赠品？有哦，他可以拿到赠品哦，而且啊，他是其他拿到了一个赠品，你有看到他拿到什么赠品吗？送，你看一下他拿到什么赠品？那个猪猪，哎，对，问题是猪，他拿到猪的存钱筒，对不对？对，所以猪的存钱筒应该是哪一个星期四可以送的？舒雅，舒雅，我要问你，一会你先不要说，我要问舒雅，他在丢书本。我考你哦，苏雅米露，苏雅米露，请问第几个星期四送的是猪？送的是猪？不知道。陈木炭 iPad 扣一分。我们刚刚已经上大给你看了，你在那里丢丢课本。来，苏雅扣一分。到底是第几个星期四送小猪铺马？第几个星期四？在这个海报上面有写。嗯，我先缩小。在这个海报上面有写。哎，你看到了吗？第几个星期四？对，好，第四个，第二个星期四送书，没错。好。
罗丽婷换你。罗丽婷，你有打开镜头吗？罗丽婷，听到请回答。罗丽婷，有。好，来，你看一下哦。这边呢，他有给你看月历。他给你看月历哦。他来这家店啊，是几月的？几月来这家店？你有没有看月历？看月历。他几月？他几月来的？135页，课本的135页。缩小。六月谁回答我的？我。哦，如心回答我正确，但是丽婷，我在问你耶。丽婷，我在问你耶，几月？刚刚有人讲出来给你听了。那个独角兽。六月，没错。好，六月的月历你会看了吗？第一个星期四，你有没有走到星期四的地方？好，罗丽婷，我问你了，第二个星期四，他送小猪扑扑嘛，对不对？我先问你，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罗丽婷，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罗丽婷，一。其他人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听得到，听得到。所以是罗丽婷故意不理我哦。我在想。你在想。来，第一个星期四。六月几日？老师在问什么？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哎，有这么难吗？这个你功课看，我看你写功课好像是都会的。啊，你这个单元后面的今天功课还没交给我，所以不知道会不会。罗丽婷，继续想，等一下我要问你第二个。来，那个谢元硕，你在玩吸管，先扣一分，看你能不能救回这个分数。不行，我还是不要了。你既然在玩吸管，你吐那是什么东西？吐珍珠啊！真的是。来，谢元硕，你先。请问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你说什么？你刚刚很小声。我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元硕，你先回答。很小声吗？这样很小声吗？其他人，你听老师的声音是小声的吗？那就是谢元硕，你要把你的电脑音量开大一点。来，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日。哈？你看清楚哦，月历就贴在玩具店的墙壁上哦。我忘记。你没看，你是不是没翻课本？你没有忘记哦。六月他有没有贴张月历在那里？有，好，找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你有没有看到星期四？有啊。有啊，那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我知道了。六月二日很好。来，换那个罗丽婷，你找到了哈？来，罗丽婷，我要问你，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四，第二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耶，六月九日。很好，正确。好，罗丽婷会了哦。来，林子爱换你。林子爱。
回答。打开。好，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六月十六日。六月十六日，非常好，子爱很好哦。谢元硕，我扣你十分哦，我已经提醒你了，你还继续吹，再扣一分。这个一直玩一直玩。放下你的心玩一会儿。谢元硕就是他，这个大便。你在讲什么？跟你那苏亚米露，你更讨厌吗？来，那个换舒雅，请问六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舒雅还在吗？舒雅刚刚是退出。好，舒雅，舒雅刚刚跑到，不知道又下线，来问他妈妈。来，换如新好，如新好久没讲到，六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哎，舒雅，等一下，老师要问你哦，我先问如新哦。如新，六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23日，很好。来，舒雅，欢迎哦。六月的第五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什么？六月的第五个星期四是六月几日？你看课本。135页，六月的第五个星期四，23。乱说，第五个耶。看清楚，看清楚了吗？第五个星期四哦。22。啊！你在看？我们在看同一本课本吗？星期四，哎，24。星期四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老师圈绿色的地方？有。星期四在那边。第五个星期四在哪里？23是第四个星期四，老师现在在问你第五个星期四。23是第四个啊。再来下一个嘞。好，一飞去两分钟。一飞去两分钟。30，讲清楚六月几日。6月30。很好，讲对了，舒雅，就是六月三十日哦。好，所以呢，他每一个星期四，如果你在这家玩具店买东西买到100元的话，他就会送礼物给你。那我们看到下面呢，这个爸爸去买玩具给你妮曼，花了139元。他说获得的赠品是小猪铺满，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查啦，我们就可以直接查了，对不对？请问爸爸到底是哪一天去买玩具的？到底是哪一天去买玩具的？来，元硕，请说。第二个星期四，来直接告诉我，我问你哪一天的时候，你就要告诉我几月几日星期几。六月九日星期四，就是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四，大家有找到吗？老师我没听到你在讲什么。我们刚刚找到了六月，他爸爸不是去买玩具吗？
对呀、啊。那他拿到的赠品是不是小猪？是不是获得小猪铺马、啊？好，好。那他获得小猪铺马，你就去找他的月历这个大海报上面说哪一天会拿到小猪铺马这个礼物。啊，我知道啊，超简单了，超简单，九月。九月，惨了，老师你没有超简单，真的吗？可是六月九日星期四，老师我也写完了。哦，你们写完有写对吗？你们找到的也是六月九日吗？啊，老师我知道了，悠悠，对，我也写完了，你也找到了，太强了。老师我已经写完了，六月九日星期四带你去那。来买玩具啊！太强了，太强了！那我问你哦，我问你哦，如果这个写对哦，哎，为什么这个好失控哦？这个橡皮擦擦掉。来，对答案，对答案时间，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手机手快抽筋了，好好。对答案时间，你们来看看你们答案有没有写对。答案有没有写对？我答案写对了。有写对吗？我答案也写对了。太好了，写对了。我写对了。好，有写对吗？好，那我现在来抽问看，抽你问看看哦，有没有人知道啊？如果老师去这家玩具店买东西，老师那一天买了一个毛毛虫积木，一个独角兽玩具，请问老师买的价钱好像已经超过100元了，对不对？有超过100元吗？有，老师花超过100元。那一天呢、哦？老师得到一个礼物，老师得到那个玩具飞机的礼物。他拿，我老师拿到赠品是玩具飞机。你知道老师到哪一天是哪一天买的吗？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吧？我知道，我知道，六月三十。你没有举手，你要给举手的人讲。来，如新，六月三十日星期四，非常好，太厉害了。好，那我再问，如果我拿到的礼物是手环呢？手环呢？那个田一飞换你。如果你得到手环的话。就是那个六月二日星期四，力挺好了，力挺。如果我拿到的是彩色笔，我拿到的礼物是彩色笔呢？彩色笔，嗯，比如说是。如果我拿到的礼物是彩色笔呢？我是哪一天去买的？那个是彩色笔吗？对。等一下换齐娜哦。彩色笔，你看到彩色笔是第几个星期四可以拿到的礼物？不知道。彩色笔在这里，彩色笔在这里，彩色笔在这里耶，这里，有没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魔力婷，彩色笔你看到了吗？第三个什么？个星期四。没错，第三个星期四。所以回来查阅第三个星期四是几月几日？16。讲清楚几月几日？
阿帕。几月？我力挺几月几日？我力挺几月几日？2月16日。昏倒，你看清楚，那是二月吗？看清楚，看清楚，昏倒。几月？3月16日。三月吗？三月吗？你看清楚，几月？六月。亲爱的，他写这么大，哎，几月？你有没有拿课本啊？你是用猜的，你在测试力哦。几月？罗丽婷几月？罗丽婷几月？罗丽婷，老师在问你。罗丽婷几月啦？哦，所有人都在等你，你在干嘛？6月。谁会？老师快要下课了没？你不能下课啦。上课问什么时候下课的人，以后都不要下课好了，好不好？什么？你就喜欢问啊！上课没有在认真上课啊。来，罗丽婷在哪里？林子安。罗丽婷，打开镜头，到底是几月几日？第三个星期四是几月几日？对，所以第三个星期四六月几日？罗丽婷，我要生气了！呀，你一直走来走去，你在干嘛？罗丽婷，几月几日？所有人都在等你。罗丽婷。我要看罗丽婷分数了。从头到尾都在等你啊，然后跑来跑去，东摸摸西摸摸的，扣分，对，都已经要放学，然后在罗丽婷一直不回答，不会也没有讲，罗丽婷快一点啦，我要换人了，来，舒雅你录。刚刚罗丽婷的问题，第三个星期四我们要拿到彩色笔，所以第三个星期四是几月几日？第三个星期四，嗯，22。啊？看清楚星期四哦。15。啊？你看到是星期三吧，先生？你看到这个这里是星期三呢？这个是星期三哎。我们要找星期四，第三个星期四，16，对，16，所以我们拿到的礼物是什么？16日，对不对？对，你说6月16日，6月16日星期四。那我们拿到的礼物是什么？这里，你看这里，拿到什么？礼物。拿到什么礼物？毛毛红笔。彩虹笔，对，彩虹笔。好，再来那个秦娜，我刚刚说要问你，你举手很久了哈。来，秦娜，请问如果老师去买礼物的这一天拿到的礼物是绿色的球，请问老师是哪一天几月几日去买礼物的？去买玩具的。秦娜，你的麦克风。买什么？老师，我听不太清。
处。老师再说一次，如果老师去买玩具的这一天有拿到，我花100元哦，有拿到绿色的球球是礼物，我的礼物是绿色的球球。请问老师是几月几日去买玩具的？6月23日，星期四。正确，非常好。一问就马上可以回答，这样子非常好。有在专心的人，而且你有学会，很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课，数学课就正式上完了。这学期的数学课都上完了。那我们之后上课要做什么？老师，可是还有最后一页啊。后面还有一页吗？这里有啊。没有啦，对，后面一页是什么？迷宫。后面一页就是说跟着麦斯一起看看这学期是不是都学会了呢？把学习状况灯号圈起来哦。哦，那你可以跟着麦斯圈起来。还有些不懂。你说这边吗？你看。是那一页吗？你可以说的是那一页吗？对，那一页。好，那你们圈圈看，老师的课本里面没有这一页，这是特别给小朋友的一页。还不你们圈圈看。我还有些不懂。你又有一些不懂，那你问，因为老师的课本里面没有那一页。那我不知道哪个不好。你念我会做形状大小，来吧，可能是1到100。不会。我会对形状大小一样的图形也会分类，都会了哈。好，那之后我会用生活中的物品来量长度，再来比长短，都会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常用的钱币有哪些，也会用它们来入钱，都会。好，之后呢？我会是好，那你们那边可以勾。那之后呢？老师，听老师说，之后的学课会帮你们复习。为什么？那你的星星一直前进，就会一直都画画。就是如果星星到十分了，就会记一朵花在这里。那像这个星星，如星有一个小人，就代表你有五朵花了。回来学校就可以换一张卡，可以换一张功能卡。好，只在现在是两朵花。那如果我得到150嘞？再说。再说，200变200。你真的要抽那么多的话，我再想想看有什么大奖励、大礼物。来，如星现在是8朵花，8颗星。右旋两颗星，缇娜现在8朵花，然后5颗星。弟
婷婷今天有七颗星。好，我们准备要放学咯，最后重新提醒你今天的功课，今天的功课，六月八日的功课，国玺，请你写102到106页国字的地方，102到106页国字的地方。老师，我全部都会了。然后金色，老师，我全部都这个先讲完，先让我讲完。有礼貌的人，老师说下一课才下课。金色第六十，第六十一页，最后刚刚突然改变的，你联络部没有收到要快抄，明天要考这个听写第十二课，听写别人才三课，第十二课可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可以的话就比 OK， 可以的话就比 OK。大家明天见，谢谢，拜拜，谢谢，拜拜。你在干什么？